娘娘，云长公主进来了，奴婢瞧着她的身上都是血呢。不是静儿说云长被关在公主府了吗？怎么跑到本宫这里来了？母后，母后，救救我，救救我。救什么救？她分明都没得救了。不会的，母后，皇好好的，救母后，救救皇，求母后传太医救救皇啊。秀心，去传个太医吧，顺便让人给云长公主端杯酒来暖暖身子。长儿先坐吧，本宫已经叫人请太医去了，你先喝杯酒暖暖身子，莫要等环儿好了你却倒下了。对，我不能倒下，倒下了就没有人能照顾环儿了。这才是好孩子，本宫最讨厌有人弄脏了本宫的漆无功了，你还敢带个死了的孩子过来，晦气。本宫可不是你的母后，你的母亲早就死了，本宫本不想杀你，活着痛苦多了，可惜你弄脏了本宫的漆无功。你们好狠。如果有来世，我定然会寻到你们报仇，报仇。皇后娘娘死了。死了呀，便拖到西郊的密林里面喂狗吧。